台海海空域的整体的安全跟稳定啊，攸关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跟发展，是区域各方啊共同的一个责任。那么，任何片面这种不理性的举动，都非常容易让紧张情势快速的升高，破坏台海区域稳定的一个现状。所以，我们认为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种破坏性的举动。 我想，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手段，对于台海周边的所有的海空域动态啊，可以做绵密的非常紧密的一个掌握。那么，任何进入我们防空识别区的不明飞行体，我们都会依据相关的作业程序跟我们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适切的应处，来确保我们的空防安全。 目标反渗透演练，透过战术机动、超越攻击、野战保修及城镇战等等，来展现我们部队平时训练的成果。那面对敌情威胁日益频繁，陆军在训练上更是不断的精进突破及强化。部队以实战化训练来提升官兵基础战力，而如同本次操演，达到一个仿真实战的效果，以因应未来战场环境及与作战节奏。